英子回来了，爸。啊，我今天加班开会没来得及回来做饭，我买了食堂的包子，你们俩趁热下来吃吧。怎么样？爸，有每天放学直接回家，不许外边乱转悠啊！还有3个月就高考了，家里要有好吃的，我就回来。以后每天早上我给你做好，放冰箱里，放学了自己回来热热吃。行。老爸，您最近是怎么了？ 恨不得把我们两个圈起来。一个高考，一个实习都是大熊猫。高考的是大熊猫啊，我就算了吧。反正我大学毕业之后去国外读研究生，逃出你的魔掌。我出国也上了大学算了。啊，在国内考考大学太难了。你们俩一块儿出去留学，想让我跟你妈卖了房子供你们啊？老老实实参加高考，今年考不上明年考，别想着偷懒。 哎，我走了，听不下去了。干嘛？回学校？啊！哎，爸，我吃撑了，我送我姐去。早点回来。哦，拜拜。最近没跟齐大为出去玩啊？什么齐大为啊？昨天晚上我才看短信。你别乱说啊！哎呀，我意思就是没有联系啊。我意思就从了他吧。哎呀。哎，老妈。 老妈呀，哎呀妈，您怎么回来了？吃饭了吗？你们吃吧，老妈，你辛苦啦。就是要回去啊？对啊，让蒋姐送你。哦，不用不用，我晚上吃的可撑了，我自己走回去消消食吧。不行吧？行，我走了。你注意安全啊！走了，小心点啊！再见。蒋姐，那你也回去吧。走吧，行了。爸，回来了。那没送你姐去？ 他现在是些这么紧张，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。你以后少让他干那些杂事儿。本来我说我去送，陆明说他想去跑步。英子高考的时候，你一个月一个月的请假，年终奖都不要。哎，现在轮到儿子了，离高考还有3个月。厢房你就去了4趟，都是亲骨肉，怎么弄不通啊？ 没事儿，是我自己要求去跑步的。你进屋复习去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进入倒计时了。当着孩子面这么说，过分了。你做的不过分吗？我今天没做饭，单位带回来的包子热着呢，吃吗？ 不吃。还有啊，这月工资我就不交给你，我有点用。干嘛用？你有朋友了。其实你那点工资根本供不了他们俩上学。喂。哦，是不是你给我打电话了？啊。 什么事儿？说。啊，我不想去了。再说吧。怎么了？不舒服了？没有，有点累了。家里出事儿了，什么出轨了？ 开玩笑嘛，别生气呀。就你们家，要出轨也是你出轨。为什么呀？啊，就他，这絮絮叨叨的，啊，他怎么可能出轨呢？他呀，就是一火车司机，永远都在轨上。他把他父母的小平房给卖了，没告诉我。 这卖房子得夫妻双方签字才行啊！哎呀，没过户呢，还在他爸妈名下嘛。哟，这是两件事儿啊，首先得继承房产，其次才是买卖。人家办这些手续都瞒着我的，没告诉我。没多大事儿。
男人呀，就要给他多一点自由，尤其是经济上的。我有时候觉得吧，施墨他也不容易，别那么凄凄惨惨的啊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哎呦喂！是，你在古城等我。你先别着急，到了我给你电话，你再出门。干什么？没什么。哎，没完了你！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姐夫石墨跟别人好了？那不可能！我亲眼所见的，我跟着他到了厢房，看到他跟一个女的在一起。什么女的呀？是他前妻的表妹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办也得等陆明高考以后。不让陆明知道不就行了吗？陆明这个孩子多敏感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啊。其实石墨对我对这个家还都挺好的，我一点都没看出来呀。那你说我是不是把他给忽略了？你先别检讨自己。就以他那条件，结过婚还带一孩子，他本来就配不上你。你从小气性就大啊，你别气坏自己的身子，为任何男人伤害自己都是不值得的，你知道吗？来，你吃的。哎，他，别，不能喝。没事，就是有点头晕。坐下，我想跟你谈谈。我先接个电话。喂，怎么了？给你姐留几只啊，野生大虾现在不好打。妈，这虾是留不到周末了。我一会儿做完饭就给他送去。他们宿舍都是狼。是不是要模拟考试了，儿子？不想上大学了啊？那我回去看书去吧。你连着去了厢房四五趟，就是为了你师父吗？
师傅一直把我当儿子一样，我也只好把他当爹一样孝敬了。他现在老年痴呆，又无儿无女的，都得指望着我。啊，一会儿饭好了，你跟儿子先吃啊。今天有虾，我给英子先送你。先猜，爸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？哎呦，爸，能不能别老有事没事往学校跑？特殊情况啊，好容易弄了几只野生大虾，我给你带来了，赶紧吃吧，嗯，还热着呢。爸，你不是准备让我在这儿吃吧？就这两只虾，你那一宿舍的小母狼，你好意思一个人吃吗？在这儿我就好意思吃了，我不要。你来学校就给我送个虾，你要没事我去图书馆给查资料了。你跟你爸说会儿话不行啊？行。嗯。哎，爸还真要跟你说点正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最近要是有人，50多岁的男人，向你打听你小时候的事儿，别跟他说话，转身就走。马上给我打电话啊！什么人让你这么紧张？20年前一个熟人。20年，我还不到20岁呢，他总不能问我0岁以前的事儿吧？我说万一啊，哎，你什么时候找个男朋友啊，接爸的班保护你啊？您说说什么样的能入您的法眼啊？没有，真没有，怎么八卦呢？哎呀，这当爹的呀，肯定是瞧不上这女儿男朋友的，特别是第一个啊，肯定不能满意，你得做好思想准备。哎，行了，老爸，这个问题呢，咱们先不讨论啊。你大不中留子，早晚是别人的，白养。爸，你慢点啊！拜拜。哎，你今天没上班吗？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啊，要出差啊？我要到节目组住2天。对了，谢谢啊。我最近有点事儿，把你公积金取出来，我用一下。你的呢？我已经取出来用了。干嘛用了？给一朋友买房子。什么朋友啊？我的一个大哥。有血缘关系吗？没有。那你是为什么？等我以后再告诉你。18年以前，咱们俩结婚的时候，你也是这一句“以后再告诉你”。我们俩还有多少个以后？那会儿我是警察，有保密规定。我希望你把这么多年瞒我的事情全部都告诉我。最近趁我不在家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走吧。发什么呆啊？赶紧吃，吃完了上楼看书去。哎，爸，嗯，你跟我妈到底怎么了？没怎么样，挺好的。我妈这都几天没回家了。你
妈是电视台的王牌主持人，这一忙起来几天不回家还不是常事儿啊？啊，你别骗我，我上了高三之后，我妈就没有连着两三天不回家。我一直感觉是她高考，不是我高考，比我都提劲儿。你妈他们那栏目啊，收视率下降，急坏了，最近特别忙。忙得连我生日都忘了，看你操这心。你妈能把自己生日忘了，她不能把你生日忘了。不是明天才过吗？想怎么过？就想吃我妈做的糖醋鱼。看不上你爹做的饭，吃饭了。行，我跟他说，让他明天早早回来。给你做饭，吃完了就扔这儿啊。嗯。这瓶酒，我是特意给你带过来的。谢谢谢谢。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还是那样子啊？真的吗？嗯。哎呀，做栏目很辛苦吧？哎呀，是啊。哎，在你们电视台研习班学习那一个月，看你们的工作状态，特羡慕那时候。所以倒闭了。那么大的电视台也倒闭了？三年前倒闭的。在英国失业，日子可不好过。所以我回国再就业嘛，啊，我现在做媒体顾问，啊，就是把国外很多优秀的栏目的版权卖给国内的电视媒体。现在还有这么个职业呢？迷人的声音。迷人的声音，你做的？真行！哎呀，我们现在就面临着栏目的收视率下降的危机呢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琪琪啊，我一直关注着你，还有你做的这个栏目，所以我今天来，不光给你送瓶好酒。我还是给你来支招的。你有什么好建议？放弃。再好再牛的栏目，都有它的衰败期，这就像婚姻一样，重新建立，比维系要好得多。我可不这么认为。嗯。哎，你知道我离婚以后的感受吗？你离婚了？这在英国失业，紧跟着就是离婚啊。啊，真解脱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打你电话你没接，发信息你也没回。我一直开会，在静音上。啊，这位是 Peter， 我在国外研习班的同学。啊，这我先生。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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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幸会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你们谈，想想我的建议啊，不破不立。行，走了，我想想。我们改天再去啊。好，酒我会派人送过来。谢谢。你们这聊什么呢？不破不立。他建议我策划新栏目。我是有事儿才来这儿找你。明天儿子生日，没忘了吧？哎呀，真是差点就忘了。儿子想吃你做的糖醋鱼。别拿儿子跟我打亲情牌啊！回家吧。你是有什么要告诉我吗？哎，我把父母的房卖了，事先没跟你商量是我不对，但事出有因。事出有因，怕你不同意。你都没问我，你就知道我不同意啊？事情要说清楚太复杂了。事情说清楚很简单，就是你卖了你父母的房子，取了公积金，还借了钱，
到厢房买了一套新房子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跟你说了，事出有因。又是事出有因。你说夫妻之间没了信任，还剩什么呢？有些事儿，有些话不告诉你，不是我想跟你隐瞒什么，是因为怕你知道了担心。你那个所谓的大哥到底什么情况？从小一起长大的，跟我和向清亲如兄弟。大哥提前释放了，回家吧。明天儿子生日，石墨，你听好了，你呢可以对不起我，但是你绝对不能对不起儿子。他马上就要高考了，如果这段时间我们不管他的话，他会怨我们一辈子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明天回去。明天回去给他过生日。行，回去就好。深海大鳕鱼，坐飞机来的，保证新鲜啊。陆明最爱吃这个了，他今天生日，让他吃个够。不离啦？没那么简单。哎，你去帮我查一下这个呗。什么呀？厢房那个房子。都已经知道是他买的了，这还问情况有意思吗？他那个大哥刚刚出来，这个房子都买了几个月了，他不可能是他大哥的名字。我现在就是想知道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名字，他是不是那个女人。咱如果不想离的话，糊涂点才能过下去。那个女的看石墨的眼神我一直都忘不掉，挺奇怪的。他们之间肯定不简单。你可得想好了，想好了我再去查，因为这查出来就像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一样，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我们谁都不知道，而且那个真相也许承受不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来，快给照相啊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照上蛋糕啊，来，再来一个，别着急，我自拍一个啊，一家四口，一家四口，一家四口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耶耶，生日快乐啊，哎呀。来，给你们切蛋糕。好。我要草莓的。吃什么？这笨手笨脚的，让你妈切。来来来来来。来。哎呦。哎呀，儿子，17了啊，该懂事了，都别老惹你妈生气。哎呀，赶紧到18岁就好了，好多不能干的事就能干了。想干什么呀？找女朋友这事儿可没人管了。我说的是喝酒。来，
晚上你还回学校吗？嗯。那你得自己打车回去啊！我跟你妈都喝酒了，没法送你。嗯。哎，爸，要不我去送回去吧？我今天过生日啊，申请两个小时假，好吧？去吧，早去早回，不许乱跑啊！啊。嗯。快吃。妈。他俩过二人世界了。哎呀，走啦！不打扰了。过什么二人？蛋糕都不吃完啊？吃了。哎，你别太晚了。来，就剩我们俩人在家，难得。哎呀，快19年了哈，我怎么还是觉得看不透你呢？我可没对你隐瞒什么。那好，那我就问你一个19年以来你一直没有好好回答我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英子长得像她妈妈吗？深思吧。我呢，也不是想跟一个故去的人争讲什么，是吧？我就是一看见英子吧，就经常会想起这个人来。这么多年了，他长什么样啊，连照片都没见过，家里是什么人，什么情况，他葬在哪儿，我是一无所知啊。你还是想知道？想知道。好吧。你不觉得他跟我长得很像吗？是有一些，所以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吓了我一跳。原来我是个替代品。佩佩，你千万别这么想。当初我们俩认识的时候，我确实是喜欢你。我应该相信。我跟吴霞在一起总共不到2年，跟我们在一起快20年了。是。只用2年的时间就留在你心里了，而我呢，我努力了快20年也没有靠近你。石墨，前段时间我还觉得我们是越走越远，
现在终于明白了，我们两个本来就离得很远。我走了。谎言是可耻的，它让真相与我们分开。有时候，真相是那么残忍。为了深爱的人，我们不得不选择谎言。吴江，吴江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选择沉默，效果上显得好一些，本质上却是同样的欺骗。然而，真相并不会因谎言或者沉默停下脚步，它正坚定地向我们走来。房子石墨的确买了，但是不是给什么大哥买的，房产证上的署名是个女的，是不是沈海鸥？啊，回来了，吃饭吧。孩子们呢？吃完饭刚出门。我回来是想请教你一个问题。请教？什么事儿？沈海鸥是谁？一个亲戚。什么亲戚？值得你为他买套房子？你跟我说是给你大哥买房，可是房子的署名却是沈海鸥。他是大哥的亲戚。当年大哥和大嫂住的那套房子，还要在那老房子里一直住着，正赶上要拆迁，他又没有钱买产权，正好大哥快出来了，我得想着把那房子给他买下来，他出来以后至少有个住的地方。这么说你是给你大哥买的房？是。那你呢？你又是沈海鸥的什么人呢？算是他二哥吧。二哥，什么啊什么？你在厢房到底还有什么秘密啊？你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，你有一个什么坐牢的大哥，也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你还有一个为他能值得买房子的所谓的妹妹。你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过去？你能不能再不要向我隐瞒你的过去啊？一直生活在一个围绕着你前妻的一个生活圈子里面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对英子是有偏袒，
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因为她是你最爱的女人的孩子，那么我呢？我一直把她当成我的亲生。我给你打。什么？1994年6月3号凌晨1点，出生在厢房妇产医院。我妈是谁？你妈她叫吴霞，刑警。当时跟我在一个队上。她现在在哪儿？她葬在厢房了。她怎么死的？当时她怀着你去解救人质。为什么让孕妇解救人质？特殊情况。当时刑警队所有人员都外勤了，是你妈妈坚持要自己去。人质得救了吗？得救了。什么人？一对母子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我想见他们。都死了。死了。人质也是一位孕妇，你妈妈用自己把他们换了出来。人质本身就是癌症晚期患者，生下孩子后就死了。孩子因为早产也没能活下来。爸，我需要点时间。好的。
19年了，就想听你一句话。